天哪，你也会有容貌焦虑吗？我没有，会觉得我的肉有松了。我也老了，我眼尾一笑也是一堆皱纹了，抬头我也一堆了，就是刚好摄影机的偏爱吧。就大家都一样，我也老了，我也觉得我的肉有松了，你都看不出来，眼尾一笑也是一堆皱纹了，抬头也一堆了，就是刚好摄影机的偏爱嘛，拍出来就感觉不到。最主要是心境啊，我觉得心境快乐是挺重要的。对，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，老天眷顾的人，大家承蒙厚爱，我还可以啊，非一非二非三，一直在这里，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。然后我就觉得我是承蒙厚爱的，但每个人他有不同的自己走路的方向跟步伐，所以我觉得做好自己就比较重要一点。我肯定是老了，这样子。彼此。不，他还，你这个怎么保持的？没，都老了。我看我这个眼皮这个都往下耷了，还是有皱纹的。对，天哪，你也会有容貌焦虑吗？我没有。他这个真没有，他这个人就是这个好，自由啊，嗯，放松的。要去，不是要去，他就是要稳住他了。真的挺好的，真的。但那个编剧前可以减一下肥吗？谁是毒舌？哎，这是进人身攻击好吗？没，我只是觉得我们要身为偶像，必须要有一个漂亮的身形。因为像我们自己做艺人，我知道胖就是烦。他节食节的比我还严重啊，反正我都快饿死了，他都不饿的。哎呀，他真的很讨厌啊，真的觉得自己长得很帅啊。你记不记得啊？
他节食节的比我还严重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他一天只吃8个小时啊，而且8个小时他吃的东西特别少的。不饿的吗？真的？我不知道呀，反正我都快饿死了，他都不饿的呀。然后他14个小时减肥法嘛，早上起来先去做运动，喝杯咖啡去做运动，做运动去陪妈妈吃饭，吃完晚饭再去跑步，一天见两次啊。两次我也不知道他意义在哪里，你可以告诉我他这么辛苦的意义在哪里。一定要走红毯。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，我一入行的时候是跟张国荣啊、秦晨武啊、吴彦祖啊、刘德华呀这些人合作的呀，而且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很小的啊。我眼里头的帅哥就是什么金城武啊，刘德华啊，是不是真的很帅？在香港拍戏就必须得要武装起来啊，要不然我一个小女生就怕自己被人家欺负嘛，就是必须得大咧咧的啊。因为我觉得你越装得自己很可怜，人家就会觉得你很可怜，然后就越容易被欺负。也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其实当虽然说我在香港人很多人都很喜欢我，但我也会不小心得罪了一些人。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还蛮出名的一个外号，就是大小姐。我从来没有因为我去香港做的这些事情有掉过任何一滴眼泪，都没有。第一年在香港拍戏就刚好去了香港，回到家里头的时候，我妈妈在被我奶奶骂，就说你怎么可以让你女儿去做这些事情。我那时候拍写真集，所以我妈就是被我奶奶还有我姑姑骂吧念。我迟到去的时候，我就刚好听到我妈在那里那他们看到我之后，当然就那个话题就收起来了嘛，就不可能再继续讲下去。我就在那里想，唉，妈，你还是去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个海报，什么一张让上可以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设置的是海报。哦，没了。我觉得现在的艺人啊，真的很可怜。就是以前我们还可以到处喝酒啊，现在都不敢了，因为就是想说要这必须得树立一些好的榜样嘛，就连去酒吧喝酒都不去了。所以我觉得现在艺人就都是在自己的小小的空间里头。也没有任何太多的社交了，就是包括你出去外面，除了跟自己的同学或者是相处很久的朋友之外，好像就那个空间就是某间餐厅的包厢，或去就是哪个朋友家，就是这样子。你说想要交个男女朋友啊，好要去是要去，他就是要我救他了。真的挺好的，真的真的真的。但那个编剧前可以减一下肥吗？谁是毒舌？哎，这是进人身攻击好吗？没，我只是觉得我们要身为偶像，必须要有一个漂亮的身形。因为像我们自己做艺人，我知道胖就是烦。